经理，还忙呢，没地吃饭呀。我不饿。告诉你好消息，上个月优云和奖金啊，我给你争取下来2000块。谢谢经理。客气什么呀？好好干啊！明天聚等房产局，赏你单子呀，出证。经理，嗯，那个单子我去不了了，我要辞职了。那这可不能给你了，公司规定。 只有长期员工啊，才有这个奖励。发奖金目的是什么呀？啊，是让你再接再厉，再创辉煌的，不是给你钱让你跑路的。那经理，我再纠结纠结。想好了告诉我啊，嗯，抓紧啊。喂，小范。 我跟你说，我是我们上个月的优秀员工，有2000块钱奖金呢。但是如果我现在辞职的话，那个钱我就拿不到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2000块钱就把你前程买断了，是吧？你的目光能不能放长远一点啊？我求你了。嗯，我知道是我目光太短浅了。但是，我如果现在辞职的话，我连上个月的销售提成也拿不到了。 我找新的工作也要时间，我也不能跟我爸妈说我又辞职了。不是，你到底要表达什么？你直说，好吧。你能不能借我2000块钱？我租的房子要付房租了。天蓉啊，你别说这2000块钱我借你，我给你都可以。但是我不喜欢你这种试探，你明白吗？你工作你爱辞不辞？好，就这样。 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想看看你有没有吃饭。我吃过了，谢谢。早点回去吧。那我拿一下锅。你拿什么？锅。不是，咱能别作了吗？大老远过来就为了拿一破锅呀？不是，我想来看看你。 你看，你又吃三明治，太凉了，都胃不好。要不明天还是我过来给你做饭吧。停停停停停，你听我说，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你工作搞定了再来找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，我会好好干的，劳动不分贵贱，对吧？对，天若，有些话我早就想说了，我觉得现在到时候了。 咱们之间不合适，长痛不如短痛啊！好吧，不是，我是因为工作的事情，那我明天就换工作。我现在就跟经理打电话。不是工作的事儿，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。你听我说，没必要。我怎么说你能听懂呢？啊，工作它就是一个导火索，明白吗？不是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俩现在三观都不一样，咱都不在一个频道上了，明白了吗？我爱你，我离开你，我不行。 行行行，我明白明白，好好好好好好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别哭了别哭了，好吗？哭解决不了问题啊，好，别哭了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，你明白吧？我这人毛病特别多，事儿也多。你跟我分开，你会找到更合适的人的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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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都要学会自爱，对吧？ 保重。
怎么了？怎么在这儿呢？啊？怎么了呀？我失恋了，小范不要我了。范华鹏真这么说？你是不是也觉得很可惜？你清醒点儿！我早就跟你说了，让你甩了他，甩了他，现在倒好啊，我们连个面子都落不着，还得被问候自尊心。嗯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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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在呢。说不定小范后悔了，你让我进，你让我进。喂，小范。那个，你有点东西忘在我这儿了，我明天给你寄过去。还有就是，我有两件衬衫也忘在你那儿了，你要方便的时候也给我寄一下吧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说什么说呀？啊？衣服在哪儿？明天我给你带过去。而且只有你严格自律，才能对抗平庸的生活，这是王道。我是希望咱们俩能一起努力，一起成为这个城市的人上人。你说你，你要是没了我，你怎么活啊？你一天天。你说你现在面对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？他把你的层次都拉低了，你还总嫌我啊不跟同事介绍你，我怎么介绍？但我现在接受不了的是，咱们现在三观已经不同了，咱们沟通起来特别费劲，你知道吗？咱们之间不合适，长痛不如短痛啊。蓉蓉睡了吗？自己多大酒量自己不知道啊。把牛奶喝了。宁佳。嗯。你陪我好吗？没事儿，我会过去的。